来，请进。红外线热影像仪、体温完全掌握。额头这部分如果没有出现红色的话，那大概就没有发烧的状况。中正纪念堂由客络异不绝疫情期间采购进口单一功能，要价40多万。未发烧请佩戴口罩。哦，对。是佩戴口罩。好像把口罩拿掉了哈。未戴口罩请进。AI 辨识系统，国内科技业串联技术，因应全球卫生安全议题升温，时间不到一周，国内自主研发成果有成。收集了大概200张的图片，对，但它的准确度已经可以达到95%以上。对，那接下来其实只要再把图片继续收集到500张，甚至到1000张，这样的话，它的准确一定会更高。像是现在，如果有你口罩戴一半，对，或者是你有不同颜色的口罩。应用于员工报到，结合额温量测，透过物联网达到远端监控。因为云端的关系呢，我们这个大数据资料库我们有办法去累积。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点的资料成为一个面，成为一个线，成为一个面，那这个综合起来呢，其实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啊，甚至这个社区啊，或者是医院、医疗诊所，就是这个一个趋势是如何。取代人力，不用一个月就能量产推出。台视新闻萧世杰、梁家明台北报道。